九港會兩分排第尾嘅。好啦，喺聯賽杯嘅賽事啦，就係、是、由著住紅色衫嘅南華咧對著住黃色衫嘅神曦嘅。咁呢場波其實南華咧就出咗好多副選嘅球員咧係打正選嘅，但係咧攻勢都係非常之強橫喎。郭建邦左路將呢個波彎出嚟，好可惜咧，陳達新接波甩手，跟住歐陽耀聰再射咧係中人，跟住鄭麗軒再射都係省中人嘅，哇！血肉長城一樣啊！好啦，睇下神曦呢個波先，一交埋嚟，跟住李明彈咗個波埋去，俾咗卡爾，一搓埋，跟住腳面一篤，一比零啊！呢球波好靚啊，死角入望。上半場40分鐘，卡爾咧替神曦咧射成1-0噶。睇翻呢個波慢鏡啊，咁樣爭一爭波之後咧，跟住卡爾咧立到個波，一搓搓過咗之後咧，跟住就順勢腳面一篤啊，1-0。哇！咁啊見到。南華嘅正選球員咧，呢場波可以休息一下啦。咁上半場1-0啦，下半場咯，呢球波鄭麗軒空曬，好可惜佢一射埋去咧，過唔到陳達新，俾陳達新咧撲出之後，再由高尼路咧鏟出底線嘅。呢球波其實咧非常靚喎，嗱梁振邦交過嚟歐陽耀聰，一彎埋嚟卡尼祖，哎呀又係陳達新啊！呢球波卡尼祖頂埋去又冇乜力同埋冇乜角度嘅，好可惜陳達新咧。是甩手啊，將個波咧係負咗入去嘅。睇翻呢球啊，歐陽耀聰 curl 埋嚟，卡尼祖冇人 mark 啊，但係咁樣一負咗個波入網。南華下半場58分鐘由卡尼祖追成1-1平手嘅，我繼續係南華嘅攻勢啦。好啦，好耐冇見嘅陳少琪喺右路一 curl 個波埋去，完全冇人 mark， 只係鄭麗軒插水式頭槌頂入啊！在72分鐘，南華2-1反超前啊，領先呢個神曦啊！呢球波唔明點解咧，完全咧高尼路咧都唔係 mark 住啊鄭麗軒嘅，等佢喺後邊咧，仲要漏埋俾佢咁樣頂入。咁邵琪都好開心啊！今場波有個助攻啦，但係神曦咧有個角球一開出嚟，俾後備入替嘅賓才一頂埋去，好可惜啊，過唔到門將。結果呢場波南華2-1擊敗神曦噶。見到卡利祖今日嘅表現都係好差啦，即係我未見過一個球員一分鐘跌三次嘅，咁啊都教練換得好啦，換咗阿邵琪入嚟，咁啊成隊波都其實華人我覺得會比較合作會好少少咯。不特落實加盟啊，咁對球隊球迷都係一個喜訊嚟嘅喎。第一咧，佢除咗亞協杯可以幫到我哋之外咧，因為上次睇佢對飛馬嘅表現非常之好啦。另外一樣嘢，以佢嘅經驗啊，同埋佢踢法咧，真係大家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，同香港嘅足球一個好大嘅宣傳啦，俾外國好多嘅球會、好多地方都知道香港嘅足球嘅隊叫南華。